迎收看北西巴黎，我是 Tommy。 肉骨茶对一个巴生人来讲，在一个多月的这个行管期里面完全没有吃到肉骨茶，这种痛苦我相信很多巴生人应该都知道。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买汤包自己来做自己来煮啦，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煮的话呢，怎样都不过在外面吃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外面呢他们一定有一些药材啊或者是一些秘方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怎样煮呢都煮不到外面的那个味道。这样的情况之下怎样办呢？当然就是叫外卖啦。 OK， 好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个叫做沉香的外卖。好，没有错啦，所以我今天叫的呢就是这一个沉香的肉骨茶。 OK， 他们现在有出这样子的外卖包着，还有送一包茶，我很想念泡茶吃肉骨茶。 OK， 然后就是这样子，他会用一个保温袋包着。沉香如果是巴生加普人那边的人应该懂他们啊，因为1964年就开了的这一间店，外表呢是有点旧旧这样子，但是越旧就越好味的嘛。OK，等下聊退冰了之后弄热来吃，就是这样子，两包 ，OK， 两包这样子就是一个配套。我跟你们讲，价钱很便宜，这样子两包55块。他这边是写2到3人份呐、三个人吃的话都要30多块，是40-50块了。而且他这样子两包哦，5人份啊，算他55块，真的很便宜，而且感觉蛮重蛮大包。他的配套有分三种，一种是2包5花肉。另外一种是2包瘦肉，又或者是另外一种是肥肉跟瘦五花肉跟瘦肉啊 mix 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三种配套每个都是55块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加汤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的哦。就是说你一定要买了一个 set， 然后可以用5块钱给他们买另外一包汤这样子。所以这样子的 package 的话，你要吃就拿一包倒进锅里面，然后弄热它。就可以吃了的啦，你自己煮一个白饭，这样简单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处理今晚的晚餐。Bang good day， 现在已经是退冰的状态，已经退冰了。然后我们等下就可以这样子倒进去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，呢个系肥肉，我呢个三层，呢个系瘦肉，呢个系瘦肉。这样子看哦，那个汤那个肉也蛮多，这个瘦肉，有肥肉。当然呢，很多人呢就是吃肉骨茶，他们习惯是吃很里面还有很多料，比如是腐皮啊、鳟鱼啊、金针菇之类的。如果你加油的话，那你也可以自己倒加一点料进去。我的 OK 啊，弟妹。有腐竹咯，有腐竹，鳟鱼咯，鳟鱼啊，金针菇啊，准备好了，我这样子就很丰富了嘞。姑娘，姑娘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加我们自己想要加的料进去啦。这个味道呢，就是跟我们自己在家煮呢，还是有差的。现在迫不及待要快点吃好吧？大概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简单啊。其实说真的，就是你不用自己又要去买茶包啊，你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药材、买猪肉这样子，你直接订一个55块来，这样子弄热它，好吃过自己煮，我觉得啦。OK。几乎每一颗啦，都会一至两个礼拜都会去吃一次。然后这一次的行管期，我们就整个月都没有去吃到。这个沉香，刚才我讲错了，他们是1976年开始，然后到现在是44年的历史。哇，我跟我们现在吃一次。哎，少一样东西。少。有两个嘞。有两个，人家送给你的。它不是太浓厚的那一种，巴生肉骨茶有很多是很浓，它们的汤会比较紧的那一种，那种算是汁，
然后它这一个呢，就是它是香浓，但是它不会去到那么的稠，所以它是以汤为主。你这样，肉丸你以为它这样子包来啊、哦，你会觉得它肉会不会好像会不会蒸在里面，好像那个肉会软烂啊，会很黏那样子？不会，它肉还是保存保留着那个嚼劲，而且有瘦肉有肥肉。他们是你限定哦，他们先做的，他们不是说他们做了一大堆，然后蹲在那个冰箱里面，你要就做，不是那种，他是好像比如我今天订，他明天早上就做，做了然后可能后天送给你，对，新鲜，新鲜，而且他们主打健康呢，用高级药材啊，没有人家添加剂之类的东西啊，重点是很贴心啊，还送茶叶给我们。想到了，对，他有送茶叶，他送的这个茶叶是我常常去选，我都会选这一个的秋香茶王，强烈推荐大家自己再去加一些料下去，然后整个更丰富。这个沉香肉骨茶啦，我自以为他们是因为这个 MCO 期间，他们才做这个外卖包装，其实并不是哦，他们是在一月多已经开始做了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去打包啊。有很多人就想打包回去不新鲜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他们就想说，哎，不如他们就做这一种这样子的简易包装，回去就可以煮了，这样子。有点像。对，所以其实他们一早就开始做了，一月多就开始做了，哎，没有想到就是适逢这一个 MCO， 然后他们在哎这一段时间可以再推出这一个东西，大家去买回家里面吃。其实我们这一包里面呢、啊。只有两包啊，就是我们放一个瘦肉跟一个肥肉进去就很够了，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料，四个人是刚刚好。啊，吃了那个肉骨茶，再喝一杯茶，爽！吃完了啦，我真的觉得是新鲜的口感，它是真的是今天做，明天就寄给你的，而不是囤货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。一个优点呢，味道那一些东西不会太重，也不会太清淡，所以刚刚好 balance 那个味道，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口味来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如果要我给点意见的话啦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以后可以做一些，比如我们可以选肉的啊，比如我要碎骨啦，我要卡丸啊，我要瘦肉啊、五花肉啊，什么肉我可以 order， 可以给我们自己去选肉的部位的话呢，那是更好啦，更加分。OK， 再来呢就是很方便啦，然后又很便宜啦。像刚才我们这样子吃两包，一包瘦肉，一包肥肉，我们讲真的还吃不完。还剩一些，所以我觉得是值得买，非常值得买。OK， 55块有两包，可以值得买。啊，如果你们要订购的话呢，可以去到他们的 WhatsApp 啊，还有他们的 Facebook 那一边去跟他们订啦。我会在我的影片底下这边都会放他们的一些资料啦，记得去看，然后跟他们订购。OK，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外卖产品呢，哎，想要寄给我试吃的话呢，记得联络我。OK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 like 圈。如果你是从 YouTube 看到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旁边有个电动包，按下去有最新的影片，你会最快知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